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培养四种生存能力，使孩子的语义更丰满。随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亲子关系经常会因为孩子学业上的不尽人意而变得紧张，而孩子或者抑郁，或者了结生命，或是手刃亲生父母的新闻也时有被报道。学科知识的学习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内心不健康，或是生命结束了，学业表现的好与坏也就不再重要了。在纷繁的世界里，有很多不定的因素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更需要帮助他们培养以下的几种能力，让他们在面对既有浅滩又有深坑的生活时，能够守得住内心，保得住性命。一、挫折忍耐力。近日，新闻报道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名初中生因为在学校打扑克，被家长当同学的面扇了巴掌，随后他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个事件反映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都存在缺失的部分。然而，生命已经逝去，过多的指责也只会加重家属的伤痛。那么，从此类事件中，我们应该要反思的是如何提高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要经历叛逆期，在这种阶段，他们的心理都是比较敏感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时，就需要更加注意以平等的身份与孩子相处，及时了解孩子的情绪状态，尊重孩子的意愿。当孩子遭遇挫折之时，父母应该及时耐心地指引孩子，让孩子学会正视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在孩子内心沮丧之时对他们进行过度的棍棒教育。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曾说过，挫折忍耐力与意志力相关，而意志力的培养不是靠智力培养出来的，而是靠体力培养出来的。体力培养可以对挫折忍耐力起到间接促进作用。那么，作为父母，就需要鼓励孩子多进行户外的运动，让孩子参加如游泳、跑步、球类等运动，来提升自身的忍耐力。同时，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需要让孩子明白，人生的路并不会一路畅通，总会有或大或小的挫折。这些挫折可能是来自家庭，也可能是来自家庭以外的地方。自己可以沮丧，可以消沉，甚至可以哭泣，但是过后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他们，并且在其中学会成长。二、保护自己的能力。前不久，新闻报道了四川的一个初中女生在学校被口罩蒙着眼，并轮流被几个女生扇耳光的校园暴力事件。整个过程，那个女生只是靠着墙边站着哭泣，并没有还击，而身旁的同学也只是在围观。虽然学校对施暴者和相关工作人员做出了相应的处理，但是受害者的内心已受到了伤害。这种伤害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他的心理发展有严重的不良影响。社会的复杂性不会因为孩子的单纯而变得简单。恃强凌弱不被提倡，但它确实是社会的一部分剪影。
父母在给孩子展示世界美好的同时，也请不要忘记告诉他们，这个世上有很多种人，有些人习惯仗势欺人，但有些人喜欢帮助他人，有些人懦弱怕事，但有些人勇敢进取，有些人面对伤害会害怕至萎靡不振，但有些人能够直面伤害，采取正当防卫来保护自己。父母需要让孩子知道，在面对校园暴力时，他们可以这样做，被欺负时可以还击进行正当防卫，但是要有一定的把握能够打得过对方。当两方力量差距比较大时，保持冷静，在反抗的同时找准机会逃跑，保持呼救，寻找外界的帮助，比如父母、老师、警察等。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曾在央视栏目开讲了提到，小学后期到中学这个期间是孩子暴力行为的一个高发期，防止孩子被欺负的一种方式是加强体格锻炼，孩子有爆发力就不容易被人欺负。在暴力面前，软弱和害怕不仅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让施暴者的气焰更盛，只有通过体格训练让自己的拳头有力量，才能威慑施暴者。不过害怕与懦弱是人的共性，特别是在未成年以及年幼的孩子身上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所以父母需要通过日常教育让孩子深刻理解到，害怕是一种人的本能反应，懦弱则是一种在害怕的支配下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害怕与懦弱一直占据着自己，那么人生将会是灰暗无力的。没有人天生喜欢暗沉冷僻的人生，想要自己的人生恢复色彩，那就要勇敢地站起来保护自己。三，接纳自己的能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爱美人士或通过化妆，或通过医美，或通过整容，使自身的外在形象得到提升。网上时常有关于整容的新闻报道，比如一个16岁的网红少女在13岁时便通过整容改变自己的容貌，每个月都会入场返修，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原本正常的容貌在一次次手术刀的挥割下变成了僵硬的塑料脸，而他的身体也因为药物的影响变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享受自己爱美权利的时候，也需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毕竟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呀。这世上有人因不喜欢自身的外貌而挤破脑袋在脸上或身上动刀，而有些人则会勇敢坦然地面对因为意外伤害所导致的身体样貌的改变。在《女人三十加》里，成熟知性的萨琳娜讲述了受伤十年来的感悟，烧伤的痛苦与一个个或大或小的伤疤并没有将这个勇敢的女生打倒，或许她会在某个深夜孤身一人哭泣，或许她会凝视着伤疤落泪，但最终她用乐观坚强的心态在痛苦悲伤的泥潭中拯救了自己。经过时间的沉淀，如今的她已经能够勇敢并坦然地去面对那些伤痛，并接纳全新的自己。就如雨果在《海上劳工》中写的那样，有一种东西比我们的面貌更像我们，那便是我们的表情，
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比表情更像我们，那便是我们的微笑。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不论是性格还是外形，都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缺陷。除了选择借助外力的方式让自己变美，也可以选择勇敢坦然地接受，并以积极乐观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需要让孩子清楚地知道，追求美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身体健康才是根本。外在美是锦上添花，内心美才是最基础的。只有在将地基打牢之后，兼顾两者，才能更加的明媚动人。就算你不完美，爸爸妈妈也依然爱你。四，理性对待物质诱惑的能力。灯红酒绿的社会充满了戏剧性，也充满了诱惑力。在面对物质欲望的时候，人心就会容易受到诱惑而变得贪婪。这几年因为校园网贷而产生的不良影响事件时有发生，比如有些学生因为受不了债务压力与恐吓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将所有压力与悲痛一并留给双眼含泪的父母来承受。之前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一则与校园网贷相关的案件。案件当事人小罗原本是一个品格兼优的学生，在物质欲望与外界诱惑的驱使下，通过校园贷买了一部6000元的苹果手机，之后在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校园贷，他竟欠下了40多万的债务，父母因此为他抵押了房产，帮他还债。而他为了能够帮父母赎回房子，接触了网络赌博，到后来，他为了偿还赌债，竟走上了运毒的犯罪道路。最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没有逃过法律的严格制裁。在自身欲望与外界诱惑的驱使下，在本该灿烂绽放的年纪里，他让自己深陷泥沼不可自拔，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大好人生。校园是一个微型社会，学生之间也会存在攀比的情况，比如手机要高端的，美妆要大牌的，服饰要潮牌的等等。每个学生都是各自家庭的一个缩影，每个家庭不同的经济条件导致了他们对金钱不同的理解，以及或高傲或自卑或正常的心理。追求物质并没有错，但是需要根据自身或者父母的经济条件来衡量支出，理性地对待物质欲望与外界诱惑。如果超过了自身的能力，那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比如工作来换取报酬，而不是将自己的欲望寄予在轻松的短平快的来钱方式上。只要人存活于世，就会需要钱。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懂得使用，金钱是一个好奴仆，如果你不懂得使用，它就变成你的主人。作为孩子引路人的父母，应该通过日常生活从小培养他们的金钱意识，帮助他们学会合理使用金钱。比如可以让孩子一起帮忙购物，比如可以让孩子学会存钱，比如可以让孩子自己管理压岁钱等等。在家庭教育时，父母需要让孩子深刻理解到，金钱有好的一面，因为它可以改善生活；金钱也有坏的一面，因为它可以使人堕落。每个人都有物质欲望，但是这些欲望需要通过自己努力工作，赚得相应的报酬，
来满足。学好学科知识，并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通过安全合法的途径获得金钱，会让内心更加有成就感。俗话说，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父母对孩子的关心不会因为他们的成长而变少，但是孩子终是需要靠着自己去翱翔世界。只有智力与生存能力两者并进，才能让孩子的羽翼生长得更为丰满，更为强壮。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抗压耐挫，懂得保护自己，学会接纳和欣赏自己，理性看待生活中的诱惑的孩子，才会收获更明亮的未来。